跟他玩这个，他输了穿香蕉装。那我先敲。你要唱歌，我那个不玩。有收香蕉皮吗？要丢吗？上去哦，上去。因为上一次我们去跟他学他的家乡菜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对于夹娃娃，他有没有看过，有没有玩过？有玩过，可是都夹不出来，都夹不出来，所以都是浪费钱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喜欢什么，跟他说，他会帮你夹出来。欧娜的 IG 在这里，好，先订阅。我们今天其实算是一个国际友谊。后面我们认识以后，你有去查我们资料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改天查一下，我们黑龙社会版面。大家知道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你觉得下一期的那个盒子最难的？盒子最难？对。这个对我们来说 easy。撞到了，撞到了。先拉过来，我们要先习惯这个机器。这里有很多些。在原位。我们今天来夜市，夜市路夜市就是要轻松啊，还是我们留一机，然后我们人去对面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条真的有超多间娃娃机，甚至有一间有超大间的。那你们等一下，如果有饿有渴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们介绍六盒好吃好喝的。那看你想要什么？娃娃。的是哦，乌克兰国旗的颜色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在抓它的感觉哦。有时候感觉对了，它就来了。老师，这个是我想要鲨鱼。你在这里跟你出力啦。这个是好夹的吗？因为它东西太满。哦。而且还不能二手。看来到了。天啊天啊！太贵了吧？它其实没那么简单呢。有时候呢，夹娃娃机不一定只有靠技术，还有最重要的重点运气。哇，打到都是运气。你看他还在努力。我估计他会夹到宝夹。你不行，哎，陈老师夹到了哎。都收，快晕倒。这场好有趣的，换你。哇，陈老师你夹的运气很好哎。妈妈。碰，打到。但是我帮你夹到位置。拜拜，怎么这样子讲啊？走，再下一间。那来啊，挑你想要的东西。我给你们介绍，就是六合夜市很奇怪，会有很多泡面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主要是因为六合夜市可能是都推荐给观光客来逛的。对了，都会有这种饼干跟泡面。为什么会有泡面？不知道。爸爸，他要鲨鱼。叠这么高怎么玩啊？哎，不行，这次不行。完全不会动哎。对啊。欧娜说他们有吃过台式软糖，夹给他。在哪里？试一下。应该这个夹得到吧？这夹得到了。台湾的外交。你喜欢吃甜的，来，好吃，多吃一点。嗯，这个你要吃过吗？没有吃过吗？哦，这个我下次会吃了这个。哇，好好吃哎，快快的。这个是不是要配啤酒？啊，这个配啤酒？没有没有，我就尝试了配啤酒。走，下一间了。还有什么？我操，对啊。我讲到重点了。哦。我决定。哇！哇！哇！厉害！厉害！这个我喜欢。下一个疯了。六合吃的东西是蛮多的。是多的啊，我一天是满的。重复性也没有很高哎。再见。老板，你要教他啊。哎。再来，快出来了！你刚才夹法是对的。夹到地狱的深渊了。好，拜拜。
这台我应该可以试试看。那你喜欢吗？我喜欢。收藏在五块，这我都五块。29%。变态的。哇！好强啊！好强耶！他还是你耶！变态的。带有内裤，带有内裤。你们今天送给我超级多东西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然后现在要请你们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那我带你玩最后一间呐。变态的。这个不好夹，这个不好夹。你用这个，我直接带你去情趣用品店买不就好了？这个也是变态的啊，这个很变态啊，可能变态的有机会来。暂时不见了，他在坐在下面，好可爱耶，这个很可爱耶。那你要带我们去哪里玩？酒吧附近的。酒吧？对，那边的调酒很好喝。他应该有很多自己老朋友在那里。是的，认识一下，走。我想要吃炸鱿鱼。对。好，我很喜欢。大家进来了，感觉很醉的地方。这边的调酒唱得很厉害，然后也有的讲过。我先放一只进去。如果我输了的话，他就跳起来。对，按就要喝酒。那你，你很会玩这个。玩这个很厉害，不会中。都不会中，是吧？真的。然后所以，对。那按哪里？中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是这样轮流，输了就要喝酒了。对对对。哎，换你。你也紧紧的哦。我是蛮紧的。那是什么？输家要喝的酒。输家要喝的酒。它酒精浓度很高，所以如果你有点喝不下去的话，就把牛奶塞进去搅一搅，它会变得比较甜。喂，换你了。也可以拿着里面的酒。是吗？对，我们刚刚酒手是在讲啊。酸的，这酸的，很甜的，很甜的，完全不行。你是不是你的这个很好？你说的长一点，一点就好了。好啦。你干嘛呢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不是啊，它喝起来超浓哎，为什么点不起来？有打火机吗？它烧得掉吗？它烧不掉啦。你试一口看看，这个没办法一口闷哎。对，那你为什么？可以。对。那你为什么觉得我可以？你看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尝尝，这不是你煮的，为什么你不喝？这个热起来。喝喝看。你这边有点意思哦。你的三路，这个是。一、二、三，开。不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开。你们很会喝这种酒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很油，超好喝。它味道跟原材不是很好。对啊，闻起来很凶啊。我就是喜欢这种淡的酒，喜欢喝淡淡的。这个叫七里香。七里香，这个很好喝，它喝起来有带果香味，然后又有茶的味道。乌克兰，如果一个男孩子对另外一个女孩子喜欢。
关的话，他们都会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些暗示？就是抢走，就这样子。抢走。如果他有男朋友的话，就是抢走。哦，有男朋友就把他抢走，扛着走这样。那、啊、怎么玩？敲敲杯哦。抢到那部全部的那个餐具这一堆这一硬了。好。好紧张耶。捶球。好紧张耶。那我先敲，好啊，你先敲。我如果下去了，我喝掉。你要唱歌，我那个喝完了。你不要给我乱动哈、哦！你还没动手瓜，变得没人情。动手瓜，没人情，喝掉啊！我穿香蕉装，你喝掉啊！我好。没有啊。香蕉皮吗？有收，你要吗？上去了，不要掉这跳了。我不要掉进去了，收了。有气了。有香蕉牛奶吗？那有牛奶吗？香蕉在这里。好了，那我一杯红茶配香蕉好了，谢谢。这么大杯哦，高雄的这么便宜哦，20块啊。可不可以找我们代言观光？我是香蕉哥哥。不是啊，真的有香蕉哥哥的香蕉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I'ma just grab my stuff. 太能做了，我不要。为什么变态的要我拿？变态的给他拿。因为你是男生。再让变态的拿变态的。那给你拿。这可以脱下来的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回去把它拆开，你就知道可以脱。真的吗？是吗？我有以前有卖啊。适合你。为什么适合我？